Audio Jungle。比赛场中，来自台东国小、国中、高中的团队进行比赛。这是由台东县政府教育处办理的105年度学生舞蹈暨戏剧创意比赛，时间就在11月19号当天进行，分为有个人组、团体组，还有创意戏剧等。国小个人组民俗舞优等，都兰国小孙义霞。国中何新慧优等新。现在颁发新生国中徐子珊优等。内容很精彩，其中有不少的舞马编排以及效果，让评审相当的惊艳。期望透过这个比赛，能够让同学有一个发挥的舞台，透过比赛办理累积经验，未来相信都能够在其他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曼妙舞姿，或者是创意十足的个人舞蹈，还是这编排以及创意道具的部分，都在这次的舞蹈与戏剧创意竞赛当中看得到。比赛过程很专业，也邀请到许多知名的专业评审，更祝福得奖的同学，期盼未来能够继续让喜爱的专长继续的发展，未来有一天都能够代表台东成为发光发亮的舞蹈家或者是戏剧表演工作者。为了要推动舞蹈魅力还有戏剧的张力，由台东县政府办理的105学年度舞蹈及戏剧创意竞赛就在日前来举办。视觉跟听觉的享受，那在这边非常的肯定大家平常的努力，还有今天最棒的表现。那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再次的感谢各位选手，还有指导老师、家长，还有我们在场的专业评审团，以及我们的工作团队宝山国中、信义国小、都兰国小。最后大家再给大家最热情、最棒的一个掌声，肯定自己，谢谢。为了与大家分享当天的精彩比赛画面，东台有线新闻部新乐传播特别将画面来完美呈现，剪辑了精华影片，也请大家拭目以待。